你喜欢穿颜色深一点的衣服，还是颜色浅一点的？我喜欢穿颜色浅一点的衣服。为什么呢？我不喜欢穿橙色的衣服，深色的衣服。粉色的衣我服。喜欢穿深色的衣服，今天我就穿黑色的衣服。那你在公司上班的时候，你穿什么衣服？我不在公司工作，我可以随便穿衣服。那你穿过西装吗？我没穿过西装，穿过旗袍吗？我穿过旗袍。是不是春节的时候？春节的时候穿。对。